2021年来了之后，没有铝制，基本上不要卖了，在别人来讲，这台不一样，因为它是房车，但是它真的是标杆。确定要导入台湾的这个消息啊，听说目前25G的早鸟的一个配额已经全部都买了，那还有它售价大概会，售价对，它售价整个台币呢，大概是。